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影片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切换一下画面。好，请看，我现在做的是第二页上面那一个哈，第二页上面那一个。通常哈，我们同学呢，正视图、右侧视图跟上视图，一定要正视图先画吗？倒不见得，好，不见得，好。那么呢，我们可以先画一下，像这一题，通常我们都建议各位，你在选择说哪个视图先画的时候，你应该要先去看，从哪一个视图的方向看，最能够看出它的造型。以这一题来讲，从右侧视图是不是可以看出它的造型成阶梯状啊？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建议各位呢，那你不妨可以从右侧视图先来画。哦，它的右侧视图呢是100，逗号100哈。嗯，好。OK， 那因为呢，它呢，我们一样呢，为了各位方便呢、啊，都尽量把它抓正好100100100哈，长方形都100，虽然那略微哈，也靠红本微啦，好，所以我就先把它扣到旁边去，这边就是正视图。好，我们从右侧视图开始画哈，那先把它分解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画那个阶梯哈，来画那个阶梯。首先呢、啊，给它 line L。Enter， 来各位，我们用追踪法来画，请看。先在这边停一下，不要点它哦，停一下就好。然后呢，停了两三秒钟之后呢，垂直拉上来，它距离地上是不是20的高度？所以呢，拉上来之后给它20。Enter 一下以后呢，它就旧定位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开始往内拉，拉多少呢？30。Enter。再垂直上去多少？50。Enter， 再过来多少？20。Enter 以后就直直上来了。OK， 这两条多的我们就把它修掉。TR， 哦 ，Enter 以后就可以把它修掉了。好，右侧视图最能够表现它的造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呢接下来呢。正视图就是只是看到那些面，从正视图的角度可以看到的是这个面跟这个面，还有底下这个面啊，所以我们把它对过来 ，L， 好，从这边啊，先靠，先放着，放了两三秒钟，水平对过来，找到焦点了，点下去，哦，拉过来就可以了。这边也是一样，停个两三秒钟，水平对过来，找到焦点呢。点下去拉过来，好，正视图就画好了。再来我们看一下上视图，上视图的话呢，它一样也是100哈，100100的框框，我们 copy 上去好了。好，那 copy 上去以后呢，你呢要用偏移的哦，也可以用其他方法都 OK 哈、哦，那我们用偏移复制，来偏移 O。Enter 一下以后呢，先给它30，好，从这边算过去嘛哈，点一下，拉过来，这样子嘞，30有了哦。然后呢，再点它一下，再过来，这是要多少？50吗？20而已哦，请注意哦，哦 ，Enter， 再 Enter 就结束了，哦，所以这里的三视图，哦，就这样子，非常的简单。再来呢，第下一题，第四页，来我们翻到第四页看一下。第四页的话呢，那么我们要画的是上面那一题，还是下面那一题？哦，下面那一题。好，在这边给各位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，回去画的呢稍微有一点点的，也不算难度啦，复杂一点而已。来，像这一题的话呢，第四页下面那一题，我们就先来画它的正视图，哦。130跟100的高度，来，我们画矩形 REC。我现在画的是第四页的下面那一题，好，好，我们用矩形来画，找个地方当起点，这样子的拉开来 ，X 的长度是130，逗号 ，Y 的高度98 ，Enter， 好，各位，完成以后。它的正视图
长什么样子，各位知道吗？对，框起来以后，框框出来了，从这边斜斜的拉到对面。同学，它的正视图是不是长这样啊？没错哈。好，那右侧视图嘞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右侧视图是100/100的高，好，100/100的高，那我们来画一下哈。我要用矩形来画，用矩形来画 ，REC。Enter 一下以后呢，指定第一点，来，各位请注意一下，我呢先在这里停个两三秒钟，再水平的拉出来点一下，这样可以确保它跟隔壁这个正视图一定是在下面是对齐的。哦，我这边停个两三秒钟再拉出来嘛，所以一定是跟它是对齐在地上的。好，拉上来以后呢，先给它100，逗号以后再给它100。Enter， 好，然后呢，从右侧视图看，是不是两个50/50，正好分割一半，所以我们只要呢，从它的中点处对下来。好，各位请注意哦，左边的这个面就是这个大斜面哈，右边这个面就是以正视图来讲，就是这个直直的这个立面，哦，直直的面。所以这两个面是不一样的哦，请各位注意一下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看上视图。那上视图的话呢，我们一样用矩形，哦 ，REC retention。好，为了跟它对齐呢，我先在这边放个两三秒钟，再垂直对上去。好，差不多这样子嘞。好，拉开来，它的宽啊130，逗号，然后呢高就是100。哦，所以你可以从底下直接，你也可以从这边扣上去也可以。好，啊，这边的话更简单，正中央给它一条横线就对了，因为它们正好是在一半一半的位置。好，同学看得懂吗？下面这个面是哪一个？就是这个斜面。上面这个面是谁？就是上面这个平台，哦，这个平台的面。好，所以各位看得懂哦，吼，好。OK， 我们呢先画到这边，这边呢就是请各位在我们的教室先练习这三题，你大概有一些概念了以后没有问题了，这些作业相信各位回去画也觉得是 OK 的，哦，好。那等一下黑板要擦掉了哦，请各位注意一下黑板要擦掉了哈，哦，等一下要擦掉了。
是右侧跟上侧，来右侧看一下，这里有烦恼，不是，应该是下一页，对吧？对，该修的没修掉，好，再看一下，右侧是应该修的没修掉，哎，这个框框可以删掉，没关系，这用不了，好，右侧该删的把它删掉一下。
算啊，现在也不够短。你这条线是怎么画的？四十你怎么画出来的？你是用比例，你有没有用比例？早上我是用比例呢。你用比例怎么就可以调把这条调成四十啊？比例。哎呀。几点？对。基准点在底下。哦、回复一下你的记忆吧，回复一下你的回忆。记不记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刚刚所画的题目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哈，好 ，OK。
Thank you.
接下来我们来为介绍，如果有圆柱，假设各位的造型当中有看到圆柱、圆洞、倒圆角，那又该怎么处理？哦，那这个我们没有例题给各位，我们直接，我刚刚就建了一个模型，哦，直接我们就在上面看，哦，来各位请看一下前面，等一下呢，这个我们就直接画在 AutoCAD 就可以了，哦。因为呢，如果针对于遇到这种叫属于圆柱圆洞的，各位都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好，各位看一下这一题，这一题呢是底下呢，它是一个东西哈，这样一个东西，底下呢这边呢一个平台，然后上面长一个圆柱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我们要怎么样来画它的三视图呢？一样呢，以这边当前视图。这边当右侧视图，这边当上视图来看，哦，那我们又该要怎么做，哦，才可以呢？哦，那这一点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请各位呢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做，哦，该怎么做。好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们这一个主要是要让各位知道圆柱要怎么处理，在画三视图的时候，圆柱该怎么处理它。哦，那这个地方呢，等一下我们来画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这里秀出来，在这边请各位直接看看这样子，然后呢就请你画一下它的三视图。哦，那么我们先画一次给各位看，底下尺寸都在这里的哈，高度的话在这边，这个圆柱的高是100，圆柱的高是100，这个圆柱的直径呢也是100，哦，圆柱的直径是100哈，来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做。哦，来，请各位呢，哦，我们看一下，那看一下啊，看得到就可以了。好，哦，那我就画在旁边给各位看。来，我们切换一下画面。哟，刚忘记录，忘记结束。等一下，我先。